丹丹，咱们走这个还得走多远？看到那个冰川？差不多4到50分钟。4到50分钟哈。对。那个看咱们现在看到那瀑布，就是冰川下边有个湖，对对，湖满了，那水就流下来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就这个羊肠小路。就是。行，那我们注意安全，你前面带路吧。行。哎。小心啊，云鹏，你千万小心啊！慢点啊！慢点啊，扶着点地面的石头。这个是谁？是当年是传说是伽马巴的修行洞啊？对对对。哦，他是几世伽马巴在这修行？7世伽马巴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哇，全是石头片的。对对对，全都一个木头都没有。啊。这是石头。哦。这是先按这里。哦。这是他原来的修行的。这就是。当年他修行的洞是吧？对，修行的洞，然后在这里一个木头都没有，嗯，都是石头来盖的。好小啊！单手不行吗？是，得把积蓄接上。走。哎。你也拽着点绳子。啊，你和大刀推一点马桶。哎呀。你30-40次来，每次都走这个路啊？对对。哦。盘龙，拉旺说这是一条盘龙，那中间那是眼睛。盘龙，那热浪都能拍出来，是吗？就那冰川的阳光下呢，这样的。